现在咱们公投机啊，机会你就趁袂离啊！哈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国运昌隆，它就风调雨顺；啊，那福运亨通，就一帆风顺；啊，那的节能标杆，就要找我许孝顺。嘿，孙的娘娘，晒衣服要用竹竿，啊，那洗锅要做爱做小鱼干。吃米呢，你就要配豆干；爱饮酒的人哦，我爱叫你哦小心肝。啊，若真有节能的人，当然嘛要给伊做标杆。哟，讲到这个节能标杆，咱这个奖呢，包30名，你个叠叠算算的哦，得奖的厂商总共有601家，节能量呢167万公顷油当量，节省的能源成本高达215亿呀、啊！吼吼，这么显著的成就，让我忍不住要致上我的最高敬意。来，嘿嘿。光说不练是傻把戏，光敬礼不颁奖，人家也记性。哈哈，咱这个颁奖之前呢，咱先来看看这得奖的厂商在节能方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。112年节能标杆奖金奖，头一间咱们来介绍的是中隆钢铁。捷运有博爱做，最有霸气的狮子座。啊，打团康会当算的就是，请你跟我这样做。啊，那呢，节能应该要怎么做？中隆钢铁。通力合作，弟弟，这个中隆钢铁位在台中的亚钢厂，他们开发智能炉温自动控制模式，不但可以呢维持钢胚的加热品质，还可以减少呢燃料之使用，一举数得，金价厉害，难怪人家在说中隆中隆节能一条龙啊。说来要来介绍的是统一企业，每天要签的是联络簿，青少年呢要跟毒品说不，最美的部长呢在经济部，他们呢节能标杆哦就要持续改善，永远进步。弟弟，位于台南的新电子厂将循环经济的概念导入了工厂之内，将废水处理产生的沼气拿来发电，给工厂使用，不但呢可以节电，又可以呢减少呢温室气体的排放，这节能效率就像呢调得快吹油门，省省省，好省哦！哦吼，过来别跟我去惊喜呢，友达光电。人家讲10年磨一剑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情歌就要听周华健，节能就要学学友达光电。弟弟，友达光电这个后里厂进行全场的用电监控，找出呢用电的这个流向，透过 AI 智慧能源管理与大数据来分析，从厂务端节电做到制程端有效用电。AI， 今天请为你爱不完。弟弟，除此之外，友达光电更调降了炉管温度，改采了低温的制程，采用了高效率制程设备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节能的细节，整体的节能效益有2871万元，哦吼，省那么多，不学起来的人，好不容易的阿罗。接下来是要介绍的是巨钢机械。约会最怕头皮屑，秋天要吃万里蟹，他的拍摄叫做斯密马线，他最会省电的叫做巨钢机械。是的，巨钢机械建立了呢可视化的能源管理系统，大家呢都看得懂厂内的用电情形，全体员工一起来省电，而且他们还成立了超能特工队，哈、啊、哈，不是啦，是超约用电紧急应变团队，配合电力负载状况来进行用电调度，将制程分流，降低尖峰时段用电，省电省成这样子，真正是 Superman。说来要来介绍是土城医院。医生惊地少，做雨水会惊掠老。啊，若开病院呢，上惊电费的单这么高啦。哦，弟弟，这个时阵，咱就要来了解一下，这个土城医院的节能亮点是什么？建筑与设备采节能设计。弟弟，医院从这个建筑规划的时候呢，就进行了节能设计及考虑到能源有效的利用。采用了隔热建材，并大量利用了自然采光与通风。除此之外，中央空调主机系统更采用了全变频控制，搭配直流送风机，依照呢各科室的需求进行空调最适化调配与管理。吼吼，即马电脑唔啦，会当甲你监控到哦，会当帮你调冷气，真正有够够的啦！哈哈。多久的梦地，今晚要来讲呢，这最后一间源自大学啊，金鳌节能来比赛，得冠军。
黑金白，嘿，原子嘛真厉害。这个原子大学节能最大的利器是什么？首创全国第一个创能储能的教学系统。霹雳原子大学是全球第一所通过 ISO 50001国际验证的大专院校，学校建置了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，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，还导入了循环经济的概念，将户外篮球场的耗电灯具以租代买的方式换成高效率灯具，不但省电，球场也变得亮晶晶。源自节电措施多元具有示范性，恭喜老师啊，要省电省钱 ，all in 就对了啦。好后，哩哩啰啰得过道菜都让我吹个全铺，大家莫嫌我啰嗦。接下来咱真正要颁奖喽，精神大说，节能三十秒，干喘息，近零减半，永续台湾。谢谢所有的得奖厂商，我们要上台领奖喽。